国乐团呢，他们是一个十字乐队。从2005年开始呢，他们旅美，造访了非常多的国家。那目前呢，他们成员呢，全台呢总共有500多位。你看今天这样一个雄壮的队伍呢，可以算算看，他们今天参与的至少有2-300位哦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起展示的这几位美女，你看精神抖擞。优秀的团队呢，